魔术的秘境之一吧。同时呢，三年三十四组跟其他组别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们是轮调班的学生，他们在学校的时间非常短，三个月在业界，三个月回学校读书。他们经过三年辛苦的培训，有些学生已经是店内的设计师了。在学校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这次陈博展的作品一样非常令人惊叹，不可思议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加尖叫声欢迎轮调班3年34组带来的秘境之旅。
感谢我们的调班三年三十四组的同学为我们。